又胸部痛啊，天上剩下了一根棒棒啊，拍了两下子给我打气啊，哎，给我打气，什么叫打气呢？就是，鼓励我啊，鼓励我啊，就不要灰心，这次一定能够让看得见啊，这次一定能让看得见，不要太担心，因为那个时不时的担心，万一看不见了，万一看不见了，万一看不见的话，话语权没拿回来。 接下来后面的工作就很难开展的了，很难开展的啊，所以呢，那个拍了一下胸部嘛，打气啊，给我打气，也是他们一定会，让地球人看得见啊，给我鼓气啊，一定让地球人看得见，好，那我稍微放心一点啊，他因为把那个原来怎么让地球人看得见的那个资料都找过了啊，金字塔怎么出现，然后那个。 金星人送的礼物在不会的岛上怎么出现？然后文艺复兴时期那些雕像怎么出现？他们都看了一下啊，所以说找到了以前当事人也问过怎么做，所以他们很有信心啊，知道了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